什么？人？别看我牙疼。他是。牙齿整体情况都挺好的，就是在刷的用力，注意左下的牙齿，左下里面就是它牙齿不是这么一个这样子形状吗？就是这个位置，里面的这个底下这个部分，相信大家很多就是这个部分也是没有经常会刷到的，但这个地方一定要刷好，不然会长那个牙结石。你这是在刷哪儿啊？洗胃。洗胃。一个字，绝。就是不刷牙，就是玩。好的，你。好的。哎呀，来看看你的牙。这是我的智齿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这边长出来了，这边没有长一半，然后这边没有长，这边再长，就反正需要拔掉。你的牙好看吗？我的牙，就是我牙是这几个中间这四颗就是很挤，因为我脸很小，但是牙很多。你对你的牙满意吗？不满意，就是。小时候很爱吃糖，然后那个牙都是虫牙，然后门牙是黑的，然后掉了之后就长了一个现在的门牙，然后跟我们当时的脸很不符合，因为脸小牙很大，然后就很搞笑。是齐但不完全齐，就不是特别齐。这二十套剩下的二十套戴完应该就可以了，因为他戴完还要矫正一段时间，就是保持一段时间。哈喽大家好，像我们一样看完牙了，有什么特点？挺齐的。好好好，好谢谢小雨。好齐。更齐。搞错了，再来。友们，我的牙跟他们都不一样，有缝。我的牙齿，首先呢，我有一对很尖的虎牙。好，我的牙，就是因为我的脸小，牙挺多的，所以就会导致我的牙有点很挤，然后所以今天我就需要磨牙，然后磨出来一点缝隙，然后再纠正。我的牙。尖但不完全齐，但不完全齐。我的牙长得很凶猛，有点，因为现在戴牙套，在这个矫正器在转我这个牙。我的牙是完全齐，我的牙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跟大家都一样。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牙。
你水牙牙。哇，这个角度神仙角度。大家应该知道我有我的门牙最大吧，兔牙嘛。看看你的兔牙。不给你看。